吃饭吧，吃饭呢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奋斗溶剂。今天太成功了，就是大家有好多朋友想让我出哎哎哈哈，这拔丝地瓜，然后就这么做吧，大家就是不会失败的，就是多做几次就好了。你看，这老多次，这玩意儿就是熟能生巧，就别大火是吧？对，糖。水和糖的比例是1:2，小孩子很爱。给他煮了口面条，昨天晚上我俩吃的嘛，又吃的麻辣烫。啊，就不能切大块是吧？不能切大块，大块不爱熟。没有用。今天早餐。我在我微信朋友圈里看着一个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咱们疫情的时候，有两口子炸三样的，那两口子你还记得吗？还挺憨厚的，他那个爱人癌症晚期了，挺年轻的，他不大呀，他比咱小，也就是40岁。对，后期他不炸了吗？他不就考担保吗？反正我知道他去年。就老也不好了，一整就陪他爱人看病。我没寻思他爱人这么病这么重，每每看到这个消息，心里都挺难过的。因为人，你说这人真不知道咋明天咋回事儿。哎呀，可别今天挣不着钱，明天挣不着钱上火。房子能不能买？能买上就住，买不上也租不上露天地儿。对吧？我可不能给自己上火。说完，我们就出摊去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